肌肤困扰总是春风吹又生，就算做了紧急处理还是无法根治。解决对策就是爱多美平衡调理系列，从抗痘调理到平衡油水，现在就抛开肌肤烦恼吧。全新的爱多美平衡调理系列纯净诞生，四阶段集中保养，从抗痘清洁开始，舒缓泛红部位，管理肌肤皮脂，修护肌肤，调理肌肤油水平衡，专属油水失控肌肤的保养系列。爱多美平衡调理系列卓越的因素是，从肌肤根本开始，重现肌肤生机，添加了蕴含肌肤修护能量的植萃成分，纯净配方复活肌肤，全方面解决肌肤困扰。爱多美平衡调理系列的独特之处，添加三种全新美容成分，翻白草萃取物，十种珍贵植物精粹，舒缓复合配方，全方面平衡肌肤油水。第一种美容成分，翻白草萃取液，韩国爱多美与韩国科马共同研发全新美容成分翻白草萃取液，舒缓肌肤不适及皮脂管理。第二种美容成分，十种珍贵植物精粹，自朝鲜时代相传的保养圣品中萃取出的美容成分，舒缓肌肤不适，补充水分。第三种美容成分，舒缓复合配方，舒缓肌肤的蒲公英萃取物，净肤补水的金盏花萃取物和莲花水。爱多美平衡调理系列四阶段集中管理油性肌。步骤一，丰盈的泡沫深层清洁毛孔，预防痘痘产生的抗痘洁面慕斯，添加 1.8% 的水杨酸，深层清洁脏污，在肌肤上加强形成保护层，让肌肤更好吸收后续保养成分。步骤二，收敛肌肤管理皮脂的平衡调理化妆水，维晶纤维素在表面形成锁水层，减缓肌肤干燥，加上冬绿叶萃取液集中修复，粉末粒子的安定技术吸附多余皮脂，收敛毛孔，净化肌肤，专为油性肌设计。平衡调理化妆水使用前请务必摇晃均匀哦。步骤三，爱多美淡化平衡调理液，给予困扰的肌肤直接快速的平衡调理。天然的草本萃取液搭配济州岛的蜜柑果油。步骤四，爱多美平衡调理精华，强化肌肤根本活力，维持肌肤油水平衡，舒缓肌肤不适的积雪草萃取液调和成六重复合配方，在肌肤表层形成第二层肌肤保护层，锁住水分，减缓肌肤干燥，帮助肌肤维持油水平衡，同时培养肌肤能量，恢复晶莹剔透的肌肤光彩。取适量平衡调理精华直接涂抹肌肤，再加入淡化平衡调理液混合使用，保养效果更佳，清爽不黏腻的保养感受。现在开始一步一步体验爱多美平衡调理系列，感受肌肤全新的面貌吧。从青少年阶段到成人阶段，找回肌肤最原始的健康状态，长久以来的肌肤困扰一次搞定。爱多美平衡调理系列。